兄弟们，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用这个铲子把这个洞里面的这条大蛇鱼给挖出来。这条大蛇鱼实在是太大了，应该有个十几斤。你们看，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锄头来挖，它的头部就在这边。你们看，这个鱼鳞都有这么大，我们两边都挖开吧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条蛇鱼这么长，这也太大了吧。哇，这前面还有洞。哇，你们看，这蛇鱼实在是太大了，必须用这个铲子来挖，用这个铲子挖比较快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个泥土实在是太硬了。哇，头部就在这边，你们看。哇，这实在是太大了吧，我们稍后必须把这条蛇鱼给挖出来。